正好您是钱啊，您要什么？这个一条意外失败。好了好了好了。下雨了，快点快点，要下雨了！后面的人到店里去排队吧。哎，要下雨了，看到店啊，小凤，把这东西拿去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我说外面可是要下雨了，春生没事吧？没事。那罗家还能不管他呀？哎呦，就罗家人的脾气，那可没准啊。那怎么办？那就让他轮着呗，他也该轮着了。哎，咱现在可不能把他叫回来。你没看那电视剧里边吗？越是刮风下雨，越感人啊！赶紧把货卖了去吧，去。哟，看这雨下的，还越下越大了。这雷打得越来越近了啊！是，这下雨天在树底下避雨可危险了。就是。妈，你吃完了？啊，让他去门卫室避避雨吧。哎。我们过得比你们好，理亏。现在可不同了，我们罗家也落魄了，咱们俩现在是光脚对光脚的，你这招啊没用了。长英啊，我这次真不是胡闹了，真是觉得我们理亏啊。以前你们罗家门槛子再高，我汤丽华永远是挺着腰板子劲的，梗着脖子出去。为什么有这份交情？现在这份交情，让这混小子给闹的，已经不剩什么了。再来罗家求你，心虚，心虚啊，真虚。所以我们家连门都没敢敲，就在外门候着。错肯定是我们错的，我们认打认罚，就是不认断这份情。要是……你气儿还没消，我们全家在外面继续淋着，直到你气儿消为止啊！你这算什么呀？这不是还是胡搅蛮缠吗？是胡搅蛮缠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家就剩这点本事了。秋生啊，春生啊，看这样，你罗妈妈的气儿还没消，咱们全家继续上外头淋着去。走走走！哎呀，行了，嫂子，如意啊，你去发动车，把他们送回去。那春生，你原谅了他。换了衣服再来吧，那就是说，原谅春生啊？原谅不可能，耍无赖我耍不过你。住门卫室吧，那儿有张床。那行，那行，那行，春生快谢你妈呀，谢你妈，谢妈，谢妈，别叫我妈，还叫我罗妈妈吧，也别谢我，要先谢你妈。我要是不答应，我真不知道你妈还会闹出什么花样来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行了，嫂子，赶紧的，不能不能，我知道，回去吧。谢谢你啊，张爷，谢谢你啊，赶紧的。妈，你也太没原则了吧？你婆婆那个人，你又不是不了解，不答应她，说不定会闹出什么花样来。这儿离军区大院又近，
我不想让人议论。那你让他住门房算怎么回事啊？观察。小贝，春生的本质还是可以的，毕竟你有两个孩子了，我想给他留点余地。我们不可能了，妈。小贝，春生能这个时候回来，说明他还有点良心。他回来干嘛呀？跟我共患难，他缺失在先，反过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施舍我，他也太小看咱们罗家了。小贝，你不要把人想的那么坏，春生他不会，你再跟他谈谈。谈什么呀？春生，春生。哎，哎，嫂子。哎，这套行李给你。来来来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来吧。春生，嗯，这个时候你回来啊，挺对。可有句话我想跟你说，你可别生我气啊。你说。这罗家呀，现在是落难了，可是船破有底，底破有钉，不至于靠你接济。你呀，别把自己当什么好汉，这一家人骨子里的傲气散不了。你平时说话做事的时候，注意点分寸，别刺激他们啊。我知道，如意。我想请你帮我个忙，我想给大家烀顿肉。烀肉？啊，春生，你真的以为罗家现在连顿肉都吃不起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想给大家露手绝活。绝活？烀肉？啊，是我之前在饭店学的，马氏西酱肉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你那个酒吧现在不是闲着呢吗？你想开饭店啊？哎，不是我开，是胜利大哥开。哎呦，真香哎！没想到你有这一手啊。于妈，于妈，哎，于妈，你做什么呢？闻着挺香的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你也闻着了啊？是春生烀肉呢。他给我们改善伙食啊？不。他说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说呀，他最近学了个绝活，想让你们鉴定鉴定呢。鉴定啊，他就是这么说的，我也没多问。哎，可能啊，还真是个绝活，厨房都不让我进了。哦，你去忙吧。哎，你闻闻，哎，你闻闻，春生烀肉呢，闻着挺香的。妈，你吃鱼吗？你妈就这么没出息啊？小贝，我觉得春生这回回来他变了，他好像有什么想法。你没有闻着这烀肉的味儿，还真特别。他是想给咱们露一手，不是给咱们借馋，他没那么蠢。他是看上你哥那个店了。嗯，不错，真的很特别。胜利，感觉，是不错。这马氏鸡酱肉以前我吃过，是这味儿。我春生做的好像比这个，比那个还好吃点。嗯嗯，这肉烀的是好，嗯，特别好吃。就是，我跟你说，小贝，你感觉呢？还行。说真话。真话不错。春生。干什么呢？快过来吃饭吧。春生，快过来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吃饭。妈，嗯，您再尝尝这个。哟，这可不好，内脏胆固醇高。妈，这个是我特别加工的，您尝一口。嗯，也好吃，真好吃。于妈，哎，咱们家有酒吗？啊，有有有，还有半瓶五粮液呢，快去拿了。哎，去拿杯子，在那个柜子里啊。你好吃啊！春生，你坐。春生，快快快快坐下吃饭吧。半天了。来来，喝点酒。哎呦，这酒越放越香。小飞，来点啊。嗯。嗯。真不错。嗯，很好。这是啥味儿都没有。那你知道我。